I start to sail on these ocean waves. Nobody knows, nobody knows how to find us. It's turning out to be a perfect day. I just wanna leave our normal lives behind us. So let's get. 在房车里睡觉到底舒不舒服？拖挂房车空间小，很多朋友都关心我们怎么在里面睡觉的。现在房车的尾部是一个能坐下6个人的房卡大沙发，也是2张单人床，马上我们就把它秒变成1张1.8×2米的双人床。首先卡座是可以手动升降的，桌面还配备了一个800瓦的电磁炉，把小桌板降到底，再把原有的沙发垫子拼接在一起，1分钟的时间秒变1张双人床。这么大的休息空间，就算是睡下3个人也不会拥挤的。以车为家的旅行生活，今天可以是湖景房，明天可以是山景房，后天你也可以变成海景房。打开车门是世界，关上车门就是家。所以你们说到底睡在房车里舒不舒服呢？